找寻一张明信片，手牵先生，我爱你。还行。他每次都把这首歌讲成海鸥宝宝，我爱你。好吧，再来下一首歌。娘娘。喜欢和你一起发生的是最平淡最简单的日常，面对面看着彼此拒绝失误是最平静最远行的时光，不喜欢你和别人发生的是最暧昧最不明的隐藏，面对面看着彼此假装正常是最可怕最恶心的事，
听甲伊伫流血。听哦，好，我要来打招呼了。网易云音乐的朋友们，大家好，就是很开心，我是娃娃魏如萱，我们真的是太久不见了。所以我到底要看谁啊？我前面好几个人，我看你是不是？对，就是他们要我讲，就是好久不见，但是明明就是你们看得到我，然后我看不到你们，但没有关系，因为你们现在在荧幕上面就是都可以按很多的图，然后留很多的言。虽然说我现在看不到，但是没有关系，就是如果应该是有回放可以看的，所以到时候再来看重播好了。你们刚刚我 A 五 A A 的时候，你们有跟我一起 A 五 A A 吗？没有吗？有吧？平常我如果现场的话，你们都唱超大声的，对不对？好，我回去要看。你们现在没有唱，就自己在那边补哎喂，或是按很多爱心，或是说我今天很美这种，好不好？都要说好。然后呢，今天这个特别的节目就是网易云音乐云上 Live， 对，很开心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有一个很精心筹备的这个晚间爱人的音乐会。我觉得这个户外唱歌真的很好。韩康，你有流汗吗？好像还好哎，我以为你会，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很少像平常这样子，就是只有一把吉他跟我的 vocal 这样唱歌。你觉得很紧张吗？还好。你少来，你明明就是你那个你吉他回去练很久吗？练团比较紧张，真的开始好像就放空。放空。对，因为现场没有观众啊，就会觉得安心这样。哦，是哦，什么叫现场没有观众？明明旁边这边就一二三四五六，明明就有八个在我们前面，好吧？
我们刚刚有唱了那个海鸥先生我爱你，然后还有唱了娘娘，对，然后还有一首歌，这首歌我在网络上面都看到很多人的翻唱，我觉得其实这首歌对我来讲是有点难度的，其实换我紧张了。好，我们来唱这首歌《窃笑》。你喜欢的我有，没关系就拿走。你想要我，我也给你了。我的冷静，你总抢先一秒。就戳破，不是我，却比我拥有我。你总是傻笑，都习惯性占有，连我的笑容你都可以接走，却不还给我欠我的那。是你爱我，我也是想笑，都躲在灰暗中，窃笑着你从来就不属于我，是我自甘堕落。我刚唱错一个字，没关系啊，算了。你有发现吗？你没发现？没有，我弹错两个音，弹错两个音。好吧，算了。哎，你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它是户外的，所以我刚刚在唱歌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看天空，我就觉得云好漂亮哦。然后这个地方现在的这个叫做不只是花园，哦，对。然后现在的这个时间刚好是，你知道什么叫做 Magic Hour 吗？出现音乐配乐，就是你知道蓝蓝的、粉红粉红的、紫紫的，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晚间二人的音乐会就会很 magic， 我们一起来享受现在的这个 magic hour。你不觉得就是
可以这样走路有踩石子的声音，如果你现在是戴耳机听的话，就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最喜欢这种表演了。好像我们现在突然换了一个场景，然后心情就是好像又有点不一样了。 Hi Jack， 哈吉，我们来唱歌吧，我们来唱梦露。些灵魂高贵又神圣，想到的的范本，有些肉身一气呵成，像威士忌的吻，不用探路梦露，主人也甘心当宠物，当花束太通俗，留不住你脚步，你美丽也与世无补，孤独是梦中的更路，没出路有薄雾，谁都是梦醒的蝉龙，嫉妒万夫其实都在贪图，谁都想脚步，你演我每天过后变猎物，孤独是梦中的更路，没出路有薄雾，谁都是梦醒的蝉路，嫉妒万夫其实都在贪图，谁都想心的
其实你们可以拍拍手或者什么的、啊、是不是？是不是明明就有人，你们为什么不拍手？明明我唱的就很好听。好，好。我跟你讲，歌手最需要的就是这个，比钱还要重要。所以，所以你们就是要适时要给歌手一些鼓励，还有奖励，好不好？好。然后呢，我刚刚跟阿康在那个外面那边，不只是花园，然后就走到这里面来了。你刚好出去吗？有。你刚好出去什么时候？下午的时候。好，那边很舒服哦。但你去的时候是不是会那时候觉得很热？超热。哦，我刚刚跟阿康在外面的时候还蛮舒服的，对啊。然后哎，那你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地方叫做什么名字吗？如果不知道就说不知道。不知道。好 ，Jack 知道吗？你不知道就算了，所以说你就摇头，他也不知道。韩康，你知道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吗？不知道。哎，怎么会三个通通都不知道？我老天爷啊！这个地方叫做不只是图书馆。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他们跟我讲说有一个，就是网易云这个直播线上直播的这个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就在想说，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呢？然后当然就是。有一些大家可以可想而知的那些场地，就是可能有一些表演的场地啊或什么的，然后我就跟他们提议说，我想要在书店里面唱歌，我想要在书局里面唱歌，可是我又觉得我好喜欢大自然哦。然后你看他们就找了这边，所以刚刚有石头，然后有树，然后有花，然后我们就走进来了这个地方。不只是图书馆，它其实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澡堂。对，就是澡堂。你终于猜对一个了。对，然后它这个地这我们现在的这一区叫做澡堂区。而且我想一下，我今天下午来的时候它还有那个哎，那个叫什么 Koa 的国语是什么？Koa 就是 Koa 勺子吗？桶子吗？反正就是哦，我知道了，那个勺子，就是把那舀水起来弄身体的那种。好，所以就是在他这个地方，就是以前是澡堂区，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唱歌就是有一种，虽然说没有水，可是我们的歌就像水一样，就是他在我们的，就是现在有很多人在线上听我们的表演，他们就很像泡在那个澡堂里面一样。有吗？有。有。会不会转得太硬？这里就是澡堂啊。好，好吧，我们来，今天的编制都很不一样，而且对啊，这个编曲我很喜欢。我们来唱歌吧。我不是数学家。光下，你牵着我的手，没有什么话急着想说，被想念的影子拖走，是我的心，我的心，总是一点点风声泄露。别说这风景里最恼人的是我的心，我的心。我加上你加上他，有没有共识让我想想办法？我加上你加上是数学家，青春该不该偏爱忧愁？失恋该不该假装幽默？
等不等于你正在想他，算人格有算法，我加上你加上他，有没有正确的按钮关惩罚，我加上你减掉爱，等不等于你爱到家，我恨我不是数学家，我恨我不是数学家，我不是数学家。那首泡泡，不是每一次现场表演的时候都会表演这首歌。有些人觉得这首歌就是，有些人觉得这首歌很像
Gloomy Sunday， 你知道 Gloomy Sunday 这首歌，他们就说这首歌很像那首歌，就是不能乱听，因为每次听到泡泡这首歌的时候，就是心情会很不好。其实那时候写我跟建奇老师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是因为花痴的那女孩就是有一部电影，他这首歌的泡泡其实故事就是在讲，就是以前啊，这人都是住在天上的，就两个人就住在泡泡里面，然后呢后来有一天泡泡就破掉了，然后呢两个人就这样从天上这样咻咻咻咻咻咻，然后就掉到这个世界上，然后可是呢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们不能往前走，就是他们都只能这样倒退倒退的走路，然后结果他就这样啊，就是他以前跟我一起住在泡泡里面的那个人在那里耶，可是但他就是没有办法往前走，他就是只可以就是好吧，他就在我的面前，可是那个人不知道我在找他，所以你就挖一个洞，然后把自己种进去，然后变成一棵树，然后这样长长长长长，然后碰到他这样，就是大概泡泡的在写的一个样子。好，有一点可怜的歌，但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得到你想要找的那个人。好，那我们就继续唱歌咯。假装不存在的存在，坐上迷路的车，躲开熟悉的人，装作陌生，感到有点快乐的悲伤着。空间像电影画面的，只是一场游戏，还是一场梦境，倒数计时开始，自己就不属于自己，白天梦下月亮，夜晚接听太阳，星星把这暗号静静的等待被炸到不小心就错过了。前面你在我的旁边又绕了一大圈，怎么没发现偏偏几乎快要重叠，影子交错发射，紧张不断下颌，试图移动双脚，怎么没发现偏偏几乎快对到眼。 Where are we now? I know, but you don't know.像捉迷藏，因为我们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地方。这里真的有好多书哦，走一走都好想拿起来看。嗨，我们来了。是一场证据，大数据
些开始自己就不属于自己，白天忙加月亮也忘记听太阳，星星抱着暗号静静的等待被找到，不小心就错过了。我在你的前面，介绍一下乐手好了 ，Peter， 我们刚刚在那边的时候，你都在干嘛？看一下杂志。你看什么杂志？我看什么杂志？那个 Pop Eye。好的。因为我就是有看到他在看书，然后因为他看得很入迷，然后我就很想知道他到底在看什么。好，这是我们的鼓手，他是 Peter。 嗨，大家好。好哦，对不起，踢到你的鼓。好，这边还有一个 bass 手。刚刚我们在那个澡堂区的时候，你就偷偷的先跑回来。 Yeah， 我的那个神不知鬼不觉的飘回来。对，就是那你今天有看的是什么吗？有翻了几本杂志吗？我还好，因为乱看。对，那许都是英文的，我一直都觉得说这应该都会是中文的，看不懂。可是这里很多英文的，因为他看不懂中文，所以就是应该有很多书都很适合你看。好，这是我们的贝斯哦，他是 Jack。Sorry， 对不起，我都动作很多。好，那你最后一个介绍好了，好吧？那就是介绍我们的很美丽的这个大提琴手。对，我好像跟他一起演出，我忘了，你记得几次吗？应该有两三次吧，跨年跟校园。对耶，好像有几次一起去工作。谢谢你今天帮我们拉大提琴，真的有你在就看起来所有事情都变得很有气质耶。谢谢。应该是因为你的关系。不是，是你的关系。是你的关系，就是你的样子，就是你知道女生拉大提琴就觉得哦天啊好漂亮哦。那你觉得女生你推就是你自己就是对于这个乐器你觉得你会觉得女生学大提琴你会很推荐吗？蛮推荐的啊，因为还坐着啊，对不对？还蛮舒服的。OK， 他竟然是因为舒服这件事情，然后推荐女生去拉大提琴。但是我觉得女生拉大提琴就是看起来就是很美。好，这是我们的大提琴手，他叫做 Sylvia。谢谢，漂亮漂亮。好，那我从这边，我有麦克风。没关系哦，那麦克风我们要过去。好，
好，这是我们的 keyboard 手。你看我也会敲。你去哪里弄来的这个？你自己有麦克风 ？Sylvia 给我的。Sylvia， 你有酗酒哦？没有啊，我在家里有时候料理的时候会用酒。所以你自己很会煮菜？没有很会，就是没事的时候会上网看一下食谱做。嗯，那你现在单身还是正在谈恋爱？我现在已婚啊。哦，原来 Sylvia 已经已婚了，我都不知道哎，不好意思哦。想说可以，哎，等一下，我想一下。哦天啊，我的老天爷啊！你们现在睡啊，全部看到在这里面的人全部都已婚，对不对，阿基？对，大家好，我叫阿基哈。对，阿基也是那个十九两。对，十九两的其中一位。哎，你新专辑什么时候？9月19。哦，因为是十九两，所以他新专辑9月19就已经发行了，请大家多多支持。好了，我真的觉得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你今天穿的衣服比我的还要好看。他是我们的吉他手海利卡。大家好。我觉得你的衣服太好看了。哦，好看到我觉得你应该要给我穿才对。难得，好，下次给你穿啊。好。你都穿过了，我现在是要想办法找个事，对，找个什么，然后借这件去穿，就是你不在的时候，然后借给我穿。没问题，没问题。哎，韩立康，我们是不是就是在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表演过？我觉得今天这个地方真的好特别哦。嗯，应该很难忘，永生难忘。为什么永生难忘？因为永生呢，很特别啊。对啊，前面两个地方我觉得都蛮漂亮。我们刚刚有去不只是花园，然后那个地方叫做什么澡堂区。那这个地方现在我们这个凹下，哦，这叫泡书区。那原本的这个地方是什么？也是洗澡的吗？可能就是，哦，我知道那个刚刚那个澡堂区可能就是用水。哦，我知道那边可能是冷水池之类的，就比较小。然后这边就是给那种。没有了，我刚脑袋突然有一个画面，就是你跟我想是一样的吗？你知道，就是有老大，电影里面都会有老大，然后就坐在那个很大很大的那个泡澡的地方。你知道我耳朵里面就是都会有导演讲话吗？他刚刚跟我说 OK 咯，跟我说 talking OK 咯，怎么样？不让我聊是不是？我就这么喜欢聊天啊。好啦，其实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歌要唱，嗯，还有好多歌哎，而且今天的编制很不一样。好，可以这一段 talking 先到这边，我等一下想要说的等一下再说。再来，我们来唱歌吧，一刀两刃。怎么样都不
好的，刚刚那首歌叫做《一刀两刃》。然后我耳机里面导演就说：“好，这边可以接一个小头。”可以，我刚刚要说话的时候你就不给我说，然后你现在要我说的时候，我真的是不知道讲什么。哦，我知道，我想到我讲什么了，就是呢，平常就是在现场表演的时候，我有时候眼睛就是因为有时候为了唱歌，你知道，就是会要投入，所以我眼睛就会闭起来。然后平常现场的时候，我也会眼睛张开，然后看着大家的表情，就是他们都会这样。很期待的脸，然后但我今天就是看不太到。有啦，我有看到陈建奇在那边，陈建奇在那边嗤笑，不能说嗤笑，等下他会。那陈建奇什么笑？姨母笑。好，陈建奇就是在旁边看看我们表演，窃笑，窃笑，窃笑，真的是很会耶。好啦，他韩林看好了是不是？想要再创一次是不是？用电吉他版。好，那我们来，没有啦，我们没有要唱窃笑，我们要唱这首歌叫做《迷人》。
好好听哦。今天每一首表演完，我自己都觉得有蛮满意的。对啊，虽然说还是有唱错歌词啊，然后虽然我自己也是有一点瑕疵，可是我真的很喜欢，很喜欢那种不完美的完美。好，谢谢网易云音乐云上 Live， 对，欢迎大家来到这里，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很用心、很精心筹备的这个音乐会，是不是很喜欢？是，你看看他们有多么多么的无力，因为他们真的是很累，他们为了就是这个音乐会，然后就是我们前前后后都开会了很多次，然后就是他们都弄了很久。你不知道，你因为你们现在看到的就只有我们就是坐在这些人，但其实我们后面还是有很多别人，他们真的很辛苦。然后你看、哦、你看后面的这些光是不是很美？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空气里面的粒子有一点不一样，有点雾雾的，对不对？然后我就是有跟他们讲说，我不要用烟，因为呢只要有烟的时候我都觉得、啊、我的喉咙会很干。对，然后他们就准备帮我，这个叫什么啊，什么鸡雾鸡，哎，那它跟烟有什么不一样？哦，他说这个叫雾鸡，那不是那种我不喜欢的那种烟的那一种，他说这个就是水汽，所以是不是真的有一种泡澡的感觉？不要在我耳机里面这样，他说好了可以下得了，怎么样？我就很想聊，你这样打断我，我等一下我要看一下。哦，好啦，希望大家今天心情都很快乐哦，好不好？好，那我要唱一首，这首歌我觉得很无敌啦，就是我每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大家心情都很好。我都哦，阿金你是不是有跟我说过这首歌就是一首开运歌曲？听了就真的会好运，是不是？哒哒哒哒哒。好，这首歌叫《买你》。哎，导演，你是不是很喜欢这首歌？他说我今天所有表演的歌，这是他最喜欢的。那其他的歌嘞？一个祝
就走。如果我是一块饼干，你不能假装吃的是巧克力。如果我是小鱼，我会游去哪里？如果你是我，会知道我多希望你爱我。别走，太棒了！好，我现在要讲，哎，我们刚刚唱了这样子，大概已经有超过十首歌了。然后接下来呢，我有一些东西要念的，就是有一个感谢的名单。我们要谢谢就是这个场地，这个场地叫做不只是图书馆，对。哎，我们刚刚去的那个外面不只是花园，如果平常的人进来的话，他们是可以去那边的吗？哦，不是啊，就是这个地方进来是要买票没错，但是我们刚刚去刚刚那个花园那边一般人也是可以走进去的吗？还是不行？哦，只有我们可以是不是？哦，不好意思哦，因为我们就是很谢谢不只是图书馆可以借我们去那个地方，就是唱了几首歌。那如果你们进来的话，就是可以透过窗户然后看到那个窗外，但现在可能就因为疫情的关系，可能下次吧，可能之后欢迎大家可以来到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不只是图书馆。
然后这个也算，这个地方也算是一个古迹，对不对？它的时间已经非常非常的久了，我不知道它的时间有多久，但是我看到就是刚刚在泡澡区那些地方，它其实都已经斑驳，但它没有刻意的去把它修补起来，很喜欢那样子，有时间的历练，然后有时间的痕迹，我觉得就很像书一样啊，你看书它。有新书，然后有很多旧书，有很多各式各样不一样风格的书，就是它都可以有一些很经典的书，就是可以一直在不断的重新的在出版。对，像书一样，它也是可以很久的。它好像也像歌一样，经典的歌也是，就是可以听很久很久很久。希望我们今天的歌可以让你有。对，从一开始说的有那种从 magic hour 到现在，你看外面天都已经暗了，有 magic 的感觉。然后刚刚也唱了很多的歌，也许哪一首歌的哪一段旋律，或是哪一句歌词，因为时间然后有了斑驳，但它还可以在你的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然后再来呢，我要谢谢网易云音乐云上 live。对，好，谢谢导演一直在我耳朵里面叫我的导演，然后还要谢谢摄影师。对，哎，你刚刚真的你有跌倒吗？就是差一点点要跌倒，有你有对不对？他刚刚一开始还摇头，摄影师一直在滴汗，摄影师在滴汗，对他其实很猛，真的假的？该不会那个地上那个一滴一滴的那个是他的汗？我的天哪，我看到你的汗了。在这里耶，因为他一直这样。你在跟我绕圈圈吗？我没有管你一种。哇，他这边都一直滴汗耶，你新陈代谢一定很好。好，然后我要谢谢摄影师，然后还要谢谢所有的乐手，然后还要谢谢所有辛苦的工作人员，请给自己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拍手拍手，大家辛苦了。陈建奇有要露脸的意思吗？哎，你拍得到陈建奇吗？摄影师，你拍得到陈建奇吗？你看他在那边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人。啊？哦，太黑了，黑的陈建奇。好，导演，我可以唱歌了吗？这首歌《飞鸟》。
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刚唱错，我刚唱错，还是很好听啊。我刚，但我心里，我的心里，而且我眼睛都不敢张开，因为我不敢看张汉中。你刚有看我吗？还是你刚刚有硬着头皮？我自己补唱，我自己，我现在补。不知道你现在好不好？有没有少了点烦恼？你还加进来还弹错啊啊！吓死人了，刚刚。好，今天的这个音乐会的名字叫做晚间爱人。其实晚间爱人应该是今年七月还是八月啊，七月的时候会在台北小巨蛋办的两场的演唱会，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晚间爱人的这个演唱会就取消啦。但是希望明年还有机会，有来，他们好像有在看时间，希望明年可以有新专辑，希望明年可以再去小巨蛋。那因为就是因为网易云的这个云上 Live 的关系，谢谢你们邀请我们，然后有一个直播的这个音乐会，所以我就那时候在想说，那要叫什么名字呢？就很不想要让晚间爱人就这样没了，所以我们就说好啊，那就叫晚间爱人好了。晚间爱人其实是在《藏着闭目等于遗忘》专辑里面，《恐慌症》这首歌里面，然后我写了一段很不像 rap 的。rap， 我把它叫晚间爱人。那因为我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都有在电台上班，所以我很长的时间是在晚上的时候和大家有很多不一样的互动啊，然后交流啊，所以那时候晚间爱人我是说那时候说希望你可以邀请你的爱人一起来看。然后我有说我自己是爱人吗？这种恶心的话也有，是不是自己没有写在文案上面，然后用自己嘴巴这样讲出来，感觉有点恶心。好啦，其实刚刚在讲那个谢谢感谢名单的时候，其实我也要很谢谢现在就是在荧幕前面的大家，就是很谢谢你们。就是虽然说我们的距离现在很遥远，但是因为有这个云上 Live， 就是有这个晚间爱人的音乐会，让那个距离好像远也没有那么远了。虽然说近也不是很近，但是那个距离就是可以聊天，然后可以按很多爱心，然后可以听到现场的表演，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好哦，那还有几首歌要唱。再来的这首歌也是收录在《藏着并不等于遗忘》专辑里面的歌。希望你不要觉得自己是树枝上的孤鸟。对，希望这首歌可以给你一点力量，陪着你。
曲折是斑马线，很多人站在那边，却很难走到对面。生命本来就有脆弱，腐蚀生活的恐惧，不应该那么多。做自己的太阳，你就能当别人的光。亲爱的，我希望你能找回单纯的勇敢。你不是说上的姑娘，我会一直在你身旁，陪着你歌唱，陪着你张开翅膀。好，我要来唱就是今天准备的最后一首歌，然后这首歌里面有中文，然后有英文，有广东话，有台语，但不管是什么样的语言，这首歌其实在讲的就是充满了爱然后跟想念。谢谢收听。
散去，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你这么对黑色彩感不关心，am I son of a bee？晚间爱人的音乐会，就是其实所有准备的歌就已经唱完了 ，but 是不是通常这个时候演唱会就会 encore 就是对这种东西没关系啊，我觉得你们可以开始收东西，然后我自己有准备安可曲。绝对不是大家一定会有人说门，我每次去内地表演的时候，大家不知道为什么都很喜欢门这首歌。可是我们今天没有要唱门这首歌。哈哈，知道这什么歌对不对？街角的祝福。有多少个洞，我几乎快要被吹。
生日后，但还是怀着因为一个重复的话题就无心自扰，也曾想过如常遇见谢谢大家，拜拜。